这是你第一次上台演出吗？第二次，当然了，演一个带有剧情的戏还是第一次。唱哪一段？就是春秋亭。这个春秋亭，所以你对这个春秋亭比较了解？我对锁麟囊一出戏都比较了解，因为我喜欢程派嘛，所以这是程派的代表作，哦，所以我就对这个比较了解。你学了多少年京剧？5年。5年啊，那算下来应该是初中？不是啊，我高一三啊，3年正式学有3年。我说如果说我喜开始接触，正式从京剧入门接触有5年。有做类似就是学京剧的事情了？有啊，你比如说看各种各样的视频，嗯，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我还不光是喜欢学，我主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来研究。它有很多的资料，很多的老资料，一旦出现我就尽量把它收集到，然后去研究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其实从京剧的发展历程你能看出中国这个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文化。因为戏它本身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能涵盖很多的一个东西，因为过去人怎么说，因为过去人不可能人人都能读书，在过去叫礼不下庶人，所以普通人是很少能够学到所谓的礼仪文化，所谓的这个四书五经，所谓我们的叫知识，或汉成今天的话讲叫知识。所以就把它放在对过去人靠什么，就是靠看戏，靠他们从娱乐活动中来掌握这些东西。所以戏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的，可以说它不仅仅是娱乐，它有表现民众生活，也有表现我们这个礼仪文化，表现所有东西都在里边，而且它把它提炼成了一种戏剧的表现形式出来。都是拿扑鼻风心词是，对，都是拿扑鼻风心，风心心味很重，血腥味，空脆长脆，空胆胆的味道，脆长脆，空脆长脆，空脆。到这边有抗脆，抗脆，看到吗？害怕脆，打，甩脆，这是比较简单的春秋梦的版本。我告诉你，比较难的是什么？比较难的是这样子下去了。比较难的是这样子，比较难的是这样子，赵公称的版本，比较夸张，这样子。不比风清来的有这个。样子就怎么样？闻那个味道很难闻，但这就是我们一个山味道的东西，对吧？你这味道还要比山吗？它不过就是夸张点、漂亮点。靠近，长靠近，靠近，然后开始跑，开始跑，靠近，长近，原厂，这个叫靠近。躲是躲东西，抖袖。把它拉回去，然后随着你的呼吸，你看你害怕的那个人的呼吸，推过去，然后一个转身，这是第一打，你的练习，靠，推。这个叫坐下来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叫你害怕跌倒的呀。他这个动作是这个意思，你看，先是趔趄，然后一个云手是逃，逃避，但是又不敢看，又想看，看眼又害怕，又看一眼，这样，平跑两步，跑不动了，一个盼，啪坐在地上，坐在地上看看看，那你到了飞城之后？你是到找到京剧社，你是怎么找到的？
很偶然的机会啊。是怎么样？我路过唐人，我到唐人街去转，转到新华书店里面以后，然后那边有卖京剧的资料的，我就在那看了看。嗯，然后我看那边有卖京剧资料的，我就想问问老板，他们跟这个费城搞京剧的人认不认识？结果那老板就是个票友，他就是费城京剧社的，就认识了，就而且还是来费城的第一天，哦，非常巧，不觉是命运？是啊，我也觉得很巧，就是命运，就是你注定要去那里的，迟早。对呀、啊，而且费城京剧社指导老师还是南京过来的。南京京剧团的，你说这有多巧？那一天你上去，他们怎么表现的？第一天你上票是？嗯，我第一天是他们在宋老板家聚会，嗯，所以就聚会嘛，就是大家聊聊天什么，互相了解了解，然后我唱了几段，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水平还因为忙出国很久没唱，所以，嗯，那他在他们指点之下，又慢慢重新找到这个发声的方法呀，等等等等，嗯。总之我觉得在这个票这里很厉害。觉得费城的京剧社怎么样？相比较之后啊，我可能比较喜欢费城京剧社。为什么呢？嗯，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费城京剧社年轻人比较多，而且，而且比较的可以说是比较的专一于这个京剧。嗯，那么不会说有什么庞杂的东西，他们对京剧的理解，还有什么，更多是从一个兴趣出发。其实我们所谓的传承京剧更多也是从兴趣出发，如果一个人连兴趣都没有，他更不要说传承了，所以我觉得兴趣是出发点，这一点是很对的。就是在京剧社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嗯，就你记得的，一般你像中老年人为主，当然了，我很开心的是费城京剧社能有很多你像十几岁的甚至十岁不到的孩子在练京剧，他们能感觉到，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因为在国内一般都是像我都是最小的。国内的京剧社跟国外就费城的京剧社，能就一点点的比较一下，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了这个人的年龄段有些不一样的，可能我待的票社，我觉得国内票社。他们对于京剧的爱好和对于这个年轻人的照顾，以及无私的去讲解、去贡献自己的所学，我觉得这点都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也是像他们一样，就是有人愿意想了解这方面的东西，我就倾囊相授。分这个力量很足的，哎呀，很足很足的，没问题。后面就是直接做一个这个大阵，那个几个扮演的，每个每一个的，对的。你是真出口了以后，数一，然后就二三四五六，每个
么一抖嘞就行了，没错。那这里，对，一个板有三个眼，这样就四拍子一个板，二三四五六，然后就眯了眯了嘞，都是大臣。没错。那你觉得李老师怎么样？李淑媛老师很棒啊。他能跟我介绍到他？他父亲是李万春先生，可以说是京剧大师了。京剧大师，那么梅兰芳可以说是年长一点的京剧大师，那他也是京剧的代表人物。那么他的父亲可以说是武生老生里的一个代表人物，或者说是京剧我们专门说的侯戏，侯戏里的可以说侯王，北侯王代表人物。李万春，对，李万春先生，也是我非常敬仰的。他的戏也非常的好，同样李老师刀马旦学的是刀马旦，他的戏也非常的好。觉得李老师是怎么样一个老师？给你感觉很和蔼啊，很和蔼，而且愿意学他就愿意教。而京剧自古有门户之间的，京剧自古以来是有门户之间，就是我跟着一个师傅学，我是不能再跟别的老师学的，别的老师也不会教你。因为这就过去门户之间。那么当年四大名旦，从梅兰芳他们，从王瑶卿，梅兰芳的师傅王瑶卿开始，就有意识的去打破这个门户之间。所以在民国时期，那批京剧演员可以说身怀绝技，一人兼修好几门技艺，好几门流派的技艺和风格，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那个时候竞争相当激烈，所以他们学的都是拼命的学啊，拼命的学，去掌握技能。来表演，掌握人物来表演，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京剧是最鼎盛的。那么现在京剧很不景气，依然有人讲所谓的叫门户之间，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那么李老师他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就是他任何人只要愿意学，就不管他是谁，对，他都会愿意去教，就可能更多是就有一种能使命感，就是传播，也不说传播吧，就是让有兴趣的人能够把这文化继续带下去。是的，我觉得吧，京剧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年头，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还藏着掖着，或者说什么不愿意去说，不愿意去讲，那么京剧可能就会亡掉。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还在激烈竞争中，你去保守，以保存自己的生存优势。现在是大家都没有生存优势，如果你救不活他，你自己也活不了。
妃子来看酒，宫我们有看酒。之前我看你一些录像，就是我回顾录像的时候，我发现，首先那个李老师他教你，化妆什么，他说你一定要学会贴片，自己化妆，在国外很多事情你必须自己做。你将来自个儿，比如说你跟他俩有个小节目，自个儿多办，对吧？对，您练着吧。来这么早，大哥？在美国啊，不来往哪儿行啊？在美国，你什么都得自己。咱们国内没关系，反正有人给化妆。对呀、啊。和他说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你觉得李老师是不是就是有非常对你非常好？我觉得李老师对每个人都很好。这不是这什么？这手这么推，推到这儿是吧？这手这么接。之所以也许你觉得他对我特殊，是因为我更愿意去学。那么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你更愿意去学，他当然讲的东西就更多。你要是说，你跟他学到一半，然后你说你不学了，那他当然自然也不可能再跟你去讲什么，这是一个很互动的关系。其实化妆这门技艺是自古以来经纪人都要会的，因为过去没有人给你化妆，都是自己化妆。哪怕是梅兰芳，他也是自己化妆。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以后你会就是在京剧社有更多发展？这个我不能确定。就比如说，我肯定会一直去传承京剧，去学京剧，这是肯定的。作为我一个兴趣爱好，但是你说要是单纯在飞城京剧社啊，或者说是你说只某一个社团里的发展，这个我也不能肯定，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外乡人。对于美国来说，以后的何去何从都是个未知数。是，所以我也不能给出任何承诺。那你没有想过，就是在 Temple 毕业之后，费城毕业，你会有什么打算吗？我目前至少在我大一这一年和大二的上学期吧，估计这段时间我想先把技术打好，因为电影，说实话，我只是纯粹的爱好，我没有任何尝试，不像戏剧，我以前演话剧演过很多，所以而且戏剧是一个形体上面，可以说人的一个综合素质的培养。那么电影很多强调的是技术，强调的是你的专业能力。那么我是从零开始的，我想先把技术打好，而且我想先把很多通识的课程先博览众长，再读曲子，再想。